早晨，早晨，咁我哋今日咧就做呢个手臂啦。咁如果有哑铃嘅话，就用哑铃；如果冇嘅话咧，就可以就咁样做。咁我哋嘅手咧就要用呢个45度 ，OK？ 咁咧就向上，咁样咧就已经可以做到呢个手臂嘅效果噶啦。咁咧可以试下快少少。45度嘅意思咧，即系咁样，又唔系直，又唔系横，即系斜斜地咁样样啦。OK， so go up。一路上上上，其实咧，如果你头先由我开始到而家一路做咧，你而家已经可以 feel 到个手臂系攰噶啦。但重点系咩？手臂要收实嘅，即系要用力嘅，唔好撇啦，就要实嘅。OK， 向上上上。咁呢一个运动好在咧，就系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去边度都可以做啦。OK， 咁都系嗰句啦，收肚、收肚、收腰，咁咧顺便可以实正呢个人，练埋个core， 即系嗰个中间。不知道叫咩，OK， 唔好理啦，咁做多几下 ，OK， 向上，快啲，好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完成。